手，掀清地厅。什么？什么？下地厅？边边只能封地府，送不让地府挂小子，清风望月，牛逼呆瓜。暗度陈仓，这是暗度陈仓吗？这还是呆瓜吗？没想到莽夫不莽了，跟你玩上兵法了。七星大将麦克呆瓜司令括弧呱呱哥表示，大家都以为我叫呆瓜，我就是真的有点呆。其实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在迷惑对手，以后请称我为诸葛呆。大型纪录片之216.5神坛总决赛，瓜之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将持续为您播出。乾坤挪移，小死，哇，这点杀，小死都没中。普陀拉，哦，鱼岛很认真啊，为了这个 PK 准备的东西很多。打死其实没什么用啊，没有小死亡倒地是没啥用的。对面又拉起来了，那孩子肯定点拉的，他肯定有点拉的，我估计。好，山哥一把风拳卷了7000。好，点拉九黎。九黎再来出手，继续再压力武装，两刀直接抬走，宝宝又炫走，武装又被浮空了。这武装10次里面9次都被浮空，也不知道他在干了什么，犯天条了吗？天天浮空。好，小死再来一把，破保护的武装点血灯了，没给天地，双武魂合上不让加血。好，九黎先出手，流云过了啊，有速度，两下三下浮空了，有浮空了就死，浮空了就只能去死了，化身是舔了。好，再吃个大金。好，抓这个砸钱也没死，砸钱加抓，哎，搞死了，搞死就可以延长了啊，很舒服。地府5.0元，砸钱加抓刚刚好。好，开始状态起来了，敲金打盘丝有6500了，4层了。那这个只是4层的这个状态啊，如果被鱼道跌到10几层，那其实宝哥也是很难扛。但是鱼岛这边的血线啊，一直想点九黎，点九黎，现在自己这边的血线是残的啊。好，封了一手，这把应该有宝吧？这 PK 刮 OK 啊，有宝，那武装去套就好了，套一只清一只应该是。吹笛，给他套的那只。敲金套一只清一只 OK 的，很舒服。先帝加给的法系，法系群秒的，方寸有长神站得住，法连500没死，善恶神助起来，吹盘丝也中，先锋武装命中啊，上盾了盘丝，神阳令旗不跟你嘻哈，小死法系。善敌锤攻地厅，应该是攻的啊，吃了回春，化身吃了一下，吃了也没啥用啊。敲金贴了一下，打了3000多，攻地厅，魔镜激发出手了，法系铁死扛不住的，这能扛得住？贴2000多，死4只地厅。好，化身先自满武装，这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谁掉一只。好，盘丝速度快，先封了地府，防了小死，命中方寸锤敌，敌了1号地厅啊，真阳1号地厅，尺5号地厅，波澜不惊保了1号地厅，像普陀的渡劫一样锤了孩子，他手持的和尚罗柱引弓清掉了2号，宝哥说无所谓啊，随便清，清一号有波澜死不了，连击也死不了，双吹1号，这只先出手，1号没尺啊，1号没尺，直接
奔着化身去，这只是高速，这高速没化招啊，被吃了一下。哦，他这个也不是高速你知道吗，这个也是全魔，但是这个啊被吃了，没吹，这只是双吹，轮子也很多啊，其实让这只快这只慢就好了。这只也来了，打多少？2100，差不多。1100，2100，法连快死了，单法2000，1500，还没出妖，再来，死了。和尚死了，对面也是扛不住了，温了。还有一把，下回合两只引弓为五龙，拉起九黎，九黎拉逆境，好，两项，哦，三项，地听全部清光，再效武装，催眠武装，中了，拉起来，对面手，先清地听，什么？什么假地听？6666，这个假地听立功了，高级反正啊，要不然关键肯定被守住了，他是轻的地听在打的这个你知道吗。九黎还是选择去压制立武装，三荒直接搞死了，哇，什么伤害啊，这啊，但这回合有人拉啊，没事，应该有人拉的。好，拍停，清引弓没清掉，我又没人拉，引弓守住神佑 ，OK， 神住了。那力武装的这个可以续得出来。再敲可以清孩子。好，敲宝宝了，清马马神，手持方寸，拉起法系。直接一波风水传云，法系没拉啊！好，武装宝宝飞了，对面的神马还神了，神马还有效果完，冲不掉，冲不掉啊！打成这样冲不掉，好，小死亡，法系先拉起九黎了，还是继续要顶。哎呦，套中人参果粒武装，再加一把无魂，那观战直接属实也没什么输出了，只有一只引弓，引弓还守着九黎啊，没按动法系。只要人生过一武装一被套中了，法系还真哎，轻轻绝，敲进出手了，死 ，OK，、嗯、小死，铁挂啊，这挂是一定挂了，顶个大金，点个红灯，没给天地，怕直接被锤死，那贴不住啊，贴不住，现在有龟身的状态真贴不住，引弓，引弓可能贴得住，人贴不住啊，挂灯，先把血量回上来。对面九黎快啊，换了马的封印二刃，加三荒镜面浮空了，守住了，哇，这伤害，好，再吃回，哎，没拉，没拉，化身起来了，直接推拿自己，落雨再加一把抓，正好抓死，好像哦，好像正好抓死啊，好像正好抓死，进了普陀的药，哎，正好抓死啊，落雨加抓，掏了普陀啊，进了普陀，两个回春，不让普陀有九转的，你没单位去拉啊，你这个引弓和尚被掏了，人心不让叠起来啊，虽然双杀了，但是观战好有拉了药啊，没进到普陀的九转，他想进普陀的九转的，其实想的也很好啊，12000来了，开始。对面直接是触发了163，套化身中 ，OK， 不让对面和尚回血啊！地府轻轻保人参果武装的出手，四赛直接收灯，血量全上来了。沙盘丝，敲金再神，法器可以起来了，直接一把群秒，秒引弓了，没秒飞。好，敲死盘丝，因为对面现在没有人心啊，没有人心，再点套化身，那对面武装五龙，我觉得应该有啊，再下法器。好，五龙开掉了，无魂
又赌无魂，再回血回满了自在。火法系就一层人心啊，没用啊，锤过来就死。你看，锤过来就死，锤必死。好，顺势而为啊，直接封掉九黎城。对面只能封地府，送不让地府挂小子清风望月，牛逼带挂。小死亡再下重，发温霞中了，波兰保了一手还。好，自的盘丝不敢自九黎，直接胡。方寸六千七，差点死，打到孩子，但是还有一个宝宝可以出手啊，还有一个宝宝，普陀的宝宝，贴了一下，七百，善恶啊，有这永青莲给盘丝治疗了，没给九黎治疗。好，方寸先分身，这把没砸了。对面人吃五龙，点挂有没有？小死，点挂很关键。好，先延长哦，要先延长啊，不能点挂。套上了天地，应该套上。啊，没套，选择封了，封了。普陀有水吗？清心咒什么？什么？输了，可以宣布了，可以宣布宝哥夺冠了。哎，武装可能有那个乾坤挪移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红灯了，法师也起来了，宝哥这反拉地形了，赶紧拧回来啊，要让力武装的速度快过九黎城。拉起法师，再来地停，双喜，灵动九天啊，先提升一下法防。活血法师六千伤来了。就压你尸体，两千，三刀，四刀，能出手，阳护引弓，风卷残云六层风铃，七千六千，这个阵容啊，真的就是龙错实在是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盘丝很抗风啊，神器的效果，啊，法系被套中，少一个面伤。六道一个打不掉的，好，真阳这一只无魂普陀，九黎也出手了，没单位拉了，好，破了方寸的分身。哎，你怎么点点能点方寸呢？哎，贴了一下，哎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去打这个？不打这个啊？这单真阳啊，没给敌，但是也够杀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状态根本不行，对吧？也够弄你了。你他九黎城只要出手啊，你边抱过来，劲爆了，劲爆加法爆，双爆的估计是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人参果武装没了。宝哥有命啊，宝哥真有命，说句实话。清心咒九黎出手，守了一把还没守住，你看这个状态，打个天地单位打不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状态的情况下打个天地单位打不死，这怎么玩啊？他必须得有那个，这个阵容容错率太低了，真的是容错率太低了，容错率是低的可怜，真的低的可怜。